看，一百块头一个钱，一百上面钱没买的，你买一百块试试看看。一百块我不要，一百块，一百楼啊，我尽量甲卖哦，完楼，一百楼一百块，一百块我不要，一百块，一百楼最后两个客人一百块，最后两个一百块，最后两个一百，谢谢，感谢你，有买三百的手来个，第二个咧走来啊，一百楼，你怎么讲？饭桌那里要花七六万。黑阿公，你有拿钱的？一百块的，请你举手一下。谢谢你了。花四百给我，龙兄，这几块帮我，这几块帮我出。到哪边讲花枝牌？这是要吃免沙发机啊？我你甲看，物件寄出来，咱个拼钱啊？是啊啦，物件好食就是安尼啊。十块给你三百，要几啊？我要一百了。来，十块一百，上面只一百块。十块回去卖一百，到厨师加块，全部拢两一百。几个？拿起来啊！四个，我看你是不是？你四个啊？三加一啊？我先那个，你先上来个别子。哎，阿伯啦，阿爷老姨啊。你遐迄落物件是吼，对，迄落有一档啊，啊，你若当时客气啊，我唔知。要烘了，遐你是要连人费交？有一档上面只一包饼钱啊，一瓶三个，收钱啊，三个啊，收档啊。来三，来我只，我一个啊，我两个。收钱，三百了，遐一百了。来，恁在座现场到人，这个中秋去台东花莲，你平时做的无？敢有？现场的人皆有人休困去台东花莲的无？在座的敢有？无。谢谢，感谢恁。来，最后这一包啥物啊？最后这一包啥物食？头一个买啥？十块未？十块咯，无人要食一杯十块咯。好哩。来，恁过来要吃啥？你们还想吃什么？阿华。啊？阿华。什么阿华？几只阿华？新鸟。新鸟几只？你无个？我那是你平。最后几块花？几块？啥物啊？几箱拢我哩拢无，就只箱尔，清洗个啊，箱啦，不坚持。好。要两箱啦，要两箱，哦，不是要两箱。一样啊，比啊，啊，你有几多箱啊？二十只，两箱拢是呢，系啊，哦，来，我来讲啊，葡萄木的训练，规只的鸭，你唔免阁考虑，这一只真正赚了八九百块，四百了啊，好一个，这只阁长哩，你免再买，四百阁一个了啊，四百。葡萄木的鸭规只的哦，四百块你唔免阁考虑啊。四百块够买起来无？四百够买起来无？两百了，来买一只四百块，真系好肉呀！两百块啊，这你爱买啦，这也是食落啦，两百，紧的啦，真正好食啦。想我收起来啊！最后这两只两百，怎么吃？紧买买啦，两百块落啦。小龟点个，小龟干掉。小龟直接上来这，哎，这物件再来可能我买个水煮鸭啊。最后是只两百三块钱，谢谢大哥妹啊，很好吃不？哦，好喜欢几个人，几个分三个。来，阿成，我来讲，今麦要卖啥，你知无？鸡块全拢来，人家抢了了，鸡块几个？鸡块几个？人家抢了了。来，到人要食鸡块，三百免二啊五免哦，爱食鸡块，等下你甲记起来哦。想要食来开两百了，两百块，鸡块三块钱，两百块了。两百三块钱，这鸡块你爱买啊？真正好吃啊！两百了啊，鸡块来两百块，快来搞下，鸡块全忙忙的，两百块了，再搁送你，来再搁送你，两百块了，再搁你，两百了，来，谢谢，来鸡块，来两百块，不是鸡块来不？鸡块两百块啊，要吃吗？鸡块？拢有啊、哦，谢谢，感谢各位。无买鸡块的人，给你试一下，我买一百了，来一百块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，一百了，帮你收着，帮你收着，来三，一百了，
三个，三个，最后一个是放啥物啊？最后一个是放啥物食？来给我爸。啊，无啦。最后一个是放啥物啊？无啊。好呗，你就。来，花枝白有白钱的手赢个，你遐四分分了，你遐一分。这分我若白白出去，伤下毛。最后这一百三百块小小一百块了，你有囡仔的无？肯定有囡仔自己吃吃的无？一百了，一百块，一百三百啊，几块？有人要吃鲑鱼小弟无？这小车停你买的啊？这种用煎的上芳上好吃，切切啊！这块哦，有迄个中秋节嘛，人提当去烤，迄个烘奶油。啊，想要吃这块鲑鱼的，我来讲啊，规块油落落的啊，你甲看，规个手安油油啊，这袂好烧的啊，这免做假啊。爱吃鲑鱼的人，给你甲拼钱，菜只一斤三百起条，自贵。啊、哦，自贵真的，规保证油落落，上新价钱先赢，三百上面一个，三百收钱头就赢，只有三百块，三百了，三百块了，三百上面一个，高于三百块，三百块了，这台你要买？阿妈讲了两百，要不要？阿妈现在对了。今天你买了钱，买了嘛？今天我买不了，本来是讲要了你呐。买了，小心那边，小心那边。鲑鱼三百，刚够没吃？三百够，人要吃鲑鱼的无？三百块还要吃鲑鱼吗？三百，那我就一个名字。三万一四六七，这三百不能给钱差啊，上给钱呀。好起来！咩老妹？你怎搞搞的？这规盘拢我处理啊！我跟你讲啊，先提钱的先命吼。今仔卖你的价钱，千万不要计价格，卖计价钱。今仔中秋过啊，生意一定是阿爸，这算正常，这叫正常吼，这叫借钱借用，这算正常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今仔上话大家吃无要紧，啊你卖搞出价，不要出价。一边五个人给客钱，恁若都有收一个，有收一个，就是一边剩四个人给一定爱计较。好、哦，来，我来讲，唔卖安尼卖过，上先给钱的先赢。今仔今日哦，你后礼拜千万卖好食来搞出价啊！我唔卖安尼卖，这三百四底啊给哦，两百块落来，两百块落啊，我出你落啊，两百落啊，我出你落啊，快落啊，两百块落啊，两百块，收钱啊，两百落啊，这唔卖你卖两百的啊，来两百上面吃啊，两百块，四个，两百落啊，最后搁一个。最后搁一个上面来两百，多少给我？啊，几个？几个？好笑，你本来就是要卖三百啊！来提钱，提钱的手也着。大哥麻烦你。大哥麻烦提钱啊！好。你买鲑鱼上买，有买鲑鱼上手来个，只问够你食了无？我食了，一句话下到袂挨落啊！食了无？一百包份，食了无？包份一包。我下一问，食了食袂挨落啊？就恁两卖搁问啊！食了了钱，赶紧食了无？包份，食了无？了了钱恁无？我甲你问，食了食袂了，一句话落啊！系啊，我无爱啰嗦啊，就恁个了去啊！爽了啊，爽就好了。来啊，过来要吃啥？牛腩起来我买。这啥物？鲑鱼哦。牛腩全部全家够人要吃。牛腩，这用我烧了啊，用我烧了啊哈。来，迄个这一只煮好偌济？三五呀。我来讲，五个人加够买牛腩。五十我帮你省起，我做会够，帮你省五十哈。五个真是三百上面吃。你够买三百，我一包酸菜也有啊，卖袂一百块三。啊，无人搞起啊，都给三包了，一包够，好吧，阿姨好吧，来，
金融三四五个人客，来，我来讲，你多少贵啊？来，鱼鳞肉串够客。这鱼鳞肉串，这煮一只三啊三啊，来，这只够你。一瓶两个人加买落啊，三鼎总计卖就1800，三百三百只，300块落，300落啊，300块三百只，300块落，头前收钱300落，300块两百只无？300块头前阿姨一个，阿姨你啊全部我用，让我吃。300块要一个，最后要一个300块，最后要一个300落，头前阿姨收钱300块，300块钱先收嘛，变300落。对啦，一定要区区。我一列金鱼。最后这三只沙发上面去了，最后一个。阿姨，你在哪走？阿姨，阿姨，在哪走？最后这三只沙发上面去了。很转不巧，我感觉。包滚。阿姨，我鱼鳞肉串，直接包给你，你搞小小，你肯定吃不？好吧，这包鱼鳞肉串，你给我小姐存一包，你今天吃好吧？我小华你敢不？好不啦？10块了，包过。哈哈哈！这还要吃啥？我理解。家人要吃草鞋。有人想要吃，要吃草鞋无？哎，你完全无爱地较硬的。草鞋想要吃手赢的。白的想要吃手赢的。白的够白，上无贵了吧？无遐多。来，白的要吃海瓜包了嘛？哪个吧？